收来收集鸡蛋，不知道这只母鸡是在抱窝还是在产蛋啊？那等一会儿再过来，就是在这三棵杉木树脚下。这只152只带着一只母鸡，一般它们都会在一起。那还有2只母鸡应该又去产蛋了啊，甚至是抱窝了，就是不知道产蛋哪里在。他们两个小家伙还是蛮喜欢这个家的。昨天晚上在这里面睡得好吗？小伙，你没摇尾巴？摇尾巴。你要像大黄这样摇尾巴，知不知道？小黑，你还不过来？快点！本来说今天要去巡山挖鱼塘，但是现在天气又下雨了，那就在家里做点好吃的，喝几杯。
我喜欢把这些肥肉炸得焦焦的，这样吃起来很香。如果说是新鲜肉的肥肉，我就不吃。打雷了。有一场大雨，一直打雷。嗯，干嘛？你不吃米饭？来，给你夹块肉吧。来，给你夹块肉。等一下，我放冷一下啊，把它放冷。先亲一个，还有点烫，来吧，吃嘛！你上来不是就是要吃的吗？嗯，好好，下去下去。哎，别抢他了，小伙，不许抢。抢他了！哎，没队友，队友来来来，嗯，来来来来，很烫啊，别急着抢，来来来，来，还有小白，小白，是吗？哦，我大伯在地里摘菜，看到给我送两个梨子，给点块儿。我等着接，接的到呗。接的，那咋个的？好好，走啊。好，等等那边。哎，这是他的鱼塘。你鱼以后打的？鱼逮到那不晓得，看过的。看不到哦。嗯。看，咱好嗯。不，阿布米达乌啊，哦，俺给送两个梨子。你看，你一热情，小黑就要打你。小黑现在不得了。Thank you.
小猫小狗互动一下，一日三餐就是这样。今天其实下了一天的雨，下下停停的，看明天天气怎样。明天天气好的话，明天开始去挖鱼塘了。每天都要数，我在想哪一天繁殖多了数不过来了怎么办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完了，大哥，我把这几只狗关到外面，那只小猫它也不肯进来的，它晚上就跟狗在外面睡。你跟我到家里面去睡，走吧。多吃一点哦，太瘦了你。一到了晚上，温度下降得很快。